母后一定会打死我的。有了，我就说是白雪干的，你们都给我听到了没？母后，这关好难呀，怎么都过不去。白雪别着急，看我的，我们让羊爸爸去撞开这个草堆就好了。哇，是真的耶，这样小羊就可以回家了。啊，贝儿姐姐回来了。母后，大事不好了，白雪把你的车撞坏了。贝儿，你是不是又撒谎了？是真的，小伙伴们都看到了。